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3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強賽事。今日辯題為論壇頒獎典禮應由樂迷選出為主。甲方辯題為論壇頒獎典禮獎項應由樂迷選出為主。乙方辯題為論壇頒獎典禮獎項應由專業評判為主。對賽雙方為勝方香港話書院及粵方荃灣古特中學。為今日比賽嘅主席嚟自正方嘅林展信同學。坐喺我隔離係今日嘅介紹員，係嚟自反方嘅黃少琪同學。而家咧，讓我介紹雙方嘅辯員。首先介紹正方主辯為梁俊基同學。第一副辯高志峰同學。
既然專業評審並唔係客觀格外客觀公正，但有多一重商業考慮嘅時候，咁啊點解唔係將權力交還聽眾，以一個更大嘅基數揾出最受認同、繼而最代表樂壇、代表香港人文化嘅歌咧？以民眾參與度高，促進樂壇發展。無論是基於商業因素，定係想促進樂壇發展，一個頒獎典禮都必須有高嘅民眾參與度，先可以製造到輿論。而究竟邊一種形式能夠引起社會迴響咧？音樂監製黃新俊喺採訪時曾經提及，唔好忘記聽歌嘅人，佢哋先係樂壇最大嘅部分。的確，歌係寫俾大眾聽嘅，業界亦必須要依賴佢哋嘅消費生存。但假如樂迷就只負責聽頒獎典禮呢啲年度盛事，反而冇咩參與度嘅時候，最終只會減低民眾嘅關注。就好似叱咤903專業推介獎，按唱片騎師播放量，一早就可以知道得獎者，就根本冇必要睇。事實亦證明，新城十大勁歌叱咤四大頒獎典禮之中，往往只有由樂迷選出嘅叱咤網最喜愛系列先最受歡迎，先可以掀起城中熱話。因此，只有環票票民令大眾感受到自己嘅重要性，佢哋先會有動力去了解唔同嘅候選人同作品，探索更多領域，繼而促進流音樂業界發展。無論是想玩一首好歌，定係想推動樂壇發展，只要以樂迷選出嘅獎項為主，先能夠做到。故此，搞方便提你嘅成立，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時間為3:30，要求主持取扣分。跟住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需要請主辯人士致辭。主席評判在各位，音樂咧本身係一門專業，要分析音樂作品，可以從音樂嘅種類、作曲嘅方法同埋剪接嘅技巧等多個角度入手。全球嘅樂壇發展至今，作品種類五花八門，上至流行音樂、下至搖滾樂同埋藍調等等。全球享負盛名嘅大型音樂頒獎禮，例如美國嘅格羅美獎、全英音樂獎，再到台灣嘅金曲獎，每年咧都持有最佳編曲、最佳填詞及最佳混音等等嘅獎項。需要以專業嘅角度去評核呢個獎項，交給有成就嘅音樂人。故此，今日頒獎禮嘅定位從來都唔係有方口中所講嘅提高民眾參與度，因此咧獎項都係應該由一個資深嘅音樂人去評選，以確保作品得到用樂壇嘅認可。所以咧，今日有方樂壇話現時有頒獎禮俾樂迷去投票選出心儀嘅音樂人，但係有機會俾樂迷去投票，係咪就等於要俾樂迷投票為主咧？需要合作點為主，可以比較兩點。第一，由獎項嘅信言，係視有將專業性嘅獎項數量居多，定係外在喜愛嘅獎項居多。而決定專業獎項得主嘅時候，係樂迷定係專業評審嘅話語權更大。要合作辯題，要審視邊個投票選出為主，更能夠增加獎項嘅認受性，繼而推動樂壇發展。我方正答要方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維持樂壇專業，回饋音樂人嘅努力。頒獎禮時有針對唔同專業範疇嘅獎項，等大眾識別相關範疇最佳嘅作品。由台灣嘅金曲獎嘅最佳演唱音專輯獎為例，獎項就着重專輯由錄音、混音到無帶後製嘅一個效果。因此，主辦方嘅影視及流行音樂部都有安排由相關經驗嘅音樂人組成一個評判團，提判定提名作品係咪符合資格獲獎呢個榮譽。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院副教授白比玲在評論金曲獎編曲嘅時候就指出，編曲唔係聽起嚟好聽就叫做編曲編得好，重點係知道好喺邊度，所以評審要有相關嘅專業先至可以分到高下。但係冇專業知識嘅樂迷投票嘅時候就比較着重主觀感受同埋個人偏好，甚至咧佢有時根本就唔係由一首歌人本身嚟出發，而係受一個偶像主導市場嘅影響。每個樂迷投票嘅原因可以好唔同㗎，佢因為嗰首歌嘅歌詞有共鳴咯，可因為個歌手靚仔，都可因為個歌手嘅政治理念相關。參雜住一個主觀情緒咁樣投票，唔單止係對一個音樂作品極唔尊重，更加會抹殺音樂人嘅努力、重彈心血，無法維持音樂嘅專業。第二，發掘前期音樂，引領百花齊放。以專業評審投票為主嘅頒獎禮，到時有提名同埋遴選嘅機制，等業內嘅人士去不分地域、題材甚至係名氣去提名啲嘅音樂作品。喺遴選嘅過程中，專業嘅評審就嘅角色就係以一個專業嘅知識去篩選出一個值得入圍嘅作品，去將好嘅作品帶俾觀眾。以英國著名歌手 Ed Sheeran 為例，喺佢正式無名嘅時候，佢嘅民謠音樂喺機緣巧合之下獲得提名全音樂獎，甚至咧係更加得到評判嘅青睞，一舉成名。但係樂迷同專業評審最大嘅分別
就係動物通常都係被動接收嘅嗰一方，多數咧係會受到媒體嘅主流渲染，大多數都會主動去聽一啲市場最熱門嘅音樂，若然由佢哋去挑選出嚟，都會係當時最主流嘅音樂為主，令到部分優質但係並非顯嘅音樂難以突圍而出，太早同樂壇嘅發展。在全評審輪選的機制底下，就能夠突破出身感，去客觀咁樣選出最佳音樂，令到樂壇發展更加多元化。再想問有方啦，樂迷本身有冇專業知識去決定一個專業範疇獎項誰屬？如果冇嘅話，又要如何去維持樂壇頒獎嘅專業性呢？多謝各位。辦方專業發言時間為3分50秒，本主持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面一位辯。問題更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攻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攻辯一方可即時提出停攻辯，同否可即時扣分，每次1分。如攻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好，而家有請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護。正方議員高啦。聽眾覺得好聽，不如直接問有可能可聽眾可以有咩因素投入投票俾一個歌手啊？
唔係根據佢嘅主要感受，根據邊首歌覺得好聽，咪投俾邊個？根據佢主觀感受，咁點解 Anson Lau 可以拎到我最喜愛男歌手？點解姜紅又可以咧？因為呢啲都係佢嘅佢即係姜紅佢帶出嚟嘅其他啦。姜紅帶出嚟嘅信息，原來今日我哋投票咧，唔係因為佢嘅音樂好聽，係因為佢帶出嚟嘅投票好聽，甚至乎網民同我哋講緊 Anson Lau 係因為佢綜藝做得好，電影拍得好，所以投俾佢。咁樣係咪音樂頒獎？唔係，但係今日我哋見到嘅就係而家仍然有咁多人中意姜紅嘅歌，點解唔覺得？係啦，有冇而家仍然有咁多人中意姜紅嘅歌？咁佢哋中意咗喺邊度啊？多方面吧，有咯，多方面。咁而家我哋講緊同唔同意音樂嘅本質，係要獎勵翻呢班喺一張成績單表揚入實力嘅歌手，我唔同意啊！我係講緊有個學，你唔同意，你自己本應講緊專業性去咗邊度？冇講專業性，唔好意思。有個學，你自己主編講嘅，請你聽翻你份主編稿啦。如果音樂頒獎禮唔需要專業性，咁音樂頒獎禮搞嚟做乜嘢？因為專業評判佢自己都係講緊佢自己主觀感受，佢中意邊一首歌，所以最後嘅真相。多謝各位。有翻何立場到底咩咧？頭先有翻下個辯位清楚解釋啦，甚至咧我哋今日同你講緊係乜嘢？
嘢咧，我哋其實咧，我翻其實從來都冇反對過音樂咧，應該係同樂迷有連結嘅喎，即係個樂迷咧，其實都係可以去投身，即係都可以投票去認識啲音樂啦。但問題就係今日個側重點係乜嘢咧？我哋今日又坐住喺個歌曲，但係今日成個頒獎典禮最重要嘅原意就係俾最高質素嘅音樂一個嘉許啦。有分我都同意咗㗎，所以今日對於歌手實力嘅認同就唔可能去俾一班有主觀意見嘅樂迷去主動啦。但係今日決定專業嘅獎項就必須由一班行業內專業有知識音樂知識嘅人評。有分我係咪覺得音樂咧就唔需要睇作品質素，淨係淪為市場主導就係最好咧？好啦，再睇啦，今日樂迷同專業評審佢最大嘅唔同係啲乜嘢咧？我哋先睇知識層面啦。其實今日有分我最大見機點，佢覺得係乜嘢咧？評判咧佢哋咧就唔係好識聽嘅，就不如觀眾咧。眼睛是更加雪亮的，但睇翻先啦，原來第28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最佳音樂錄影帶咧，佢評判俾啲咩評語咧？就係佢話呢隻音樂帶咧就喺一個高難度嘅歌詞框架之下咧，仲可以展現到一個原創性啦、節奏性同埋國際性。咁有分同學啦，觀眾點樣去俾到呢啲評價咧？觀眾能有分同學係咪覺得觀眾冇專業知識，反而憑主觀感受就可以評到一個真正值得獲得呢個獎項嘅咧？所以再看啦，今日角色定位有啲乜嘢唔同咧？其實今日樂迷咧，佢哋講得好主觀，有分同自己都承認咗啦。樂迷會因為你靚唔靚仔，你舞台表演好多唔同嘅因素去決定俾唔俾個獎項你。但係今日我哋講緊成個頒獎典禮嘅原意就唔係咁樣，我哋就要評價出一班最高質素嘅音樂人，而唔係評價一個偶像啦。所以有分同學，例如係今日我哋變超聯嘅比賽，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專業嘅比賽喎，就係評判名冊，我哋都需要一班專業嘅評審。去以一個專業的角度去評價成場嘅辯論比賽咯。而今日有方同學啦，如果係講緊一班街外人去評呢場比賽咧，佢評我哋三名輸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日我方喺度鬧緊姜圖，鬧緊 SM Low 佢哋冇實力，所以佢哋一班街外人就會以一個主觀去評價我方輸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正正將見到一個專業評審點解咁重要咯。甚至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咧，可以提高關注度，但係原來提高關注度呢樣嘢咧，我方唔明白啊！啲專業評審唔可以做到咧，所以咧專業評審佢認受性更加高嘅時候咧，正正可以推廣到俾更加多人知道值得去攞獎嘅音樂咯。貫徹今日嘅辯題，你應承啊，多謝各位。都第一副免費前兩位嘅不能十二秒，我先最高分。最係正方第二副免嘅三名免費，佢哋有錢先得嘅。各位大家好，我哋由二副咧，先睇下點釐清翻，我哋今日嘅獎俾獎有啲咩歌，分高質素嘅歌。嗱，高質素咧有分開有客觀標準啊，問客觀標準咩？佢又答唔到喎。好簡單啫，有分二副舉個七拍嘅例子，咁有啲係六百拍嘅，咁佢七拍高質啲定六百拍高質啲咧？有分你可唔可以答得出咧？答唔出，即係從來到美國嗰啲咩？有啲專業評審咧，佢中意 R&B， 有專業評審咧中意全嘅慢歌嘅時候，你點樣去分邊首高質啲咧？原來臨尾都係睇翻評判自己個人喜好嘅時候。即係解答咗高質素或者好歌呢一樣嘢，從來都冇一個絕對標準，都係冇客觀嘅好。即係我可以揾咩咧？揾啲共識嘅好出嚟。咁樂壇揾共識嘅好出嚟，點解唔係睇翻成個樂壇最大持份者樂迷咧？今日唔通今日有方覺得我哋睇成個樂壇認受性係用少數評審而唔係睇多數樂迷？咁唔通今日立法會我哋會行多數同少數咁奇怪嘅咩？即係又第二點啦，今日有方話咧，啲民眾冇專業知識之後聽唔明首歌嘅。啲咧專業評判可以判決先，對首歌先公平。甚至今日有啲議員可能話：，哎，啱立法會講個例子，咁啲議員都好專業噶啦，都係廣泛眾衆噶啦。所以今日有翻啱一副自己講啦，今場辯論比賽作出評判咧，都係有質素嘅，都係專業嘅。問題係今日同聽歌有咩可比性咧？好簡單啫，政策我哋今日辯論，我哋討論嘅嘢咧係複雜，甚至有欺騙性嘅。例如話先明日大魚咁，佢講個願景好美好咁樣，即係大眾一定中意㗎。咁但係問題是需要專專人啲出嚟解話原來大白象工程嘅嘢唔係咁好嘅時候，俾翻啲民眾一個對成件事嘅全面認知，先得揀一個真正服佢心水嘅政策出嚟咯。而問題聽歌咧，點解要聽專業意見咧？今日我一個專業評審，佢可以解釋背後嘅樂理知識啦，例如話有公講緊咩七拍嗰啲啦，或者佢立編曲係啲咩樂器，唔知夾咩樂器，所以令到首歌咁好聽。但係佢做嘅咩咧，都只係解釋嘅啫。而點樣睇個歌好唔好咧，原來係睇啲人中唔中意聽。即係好簡單，一個普通樂迷，我就算唔識背後啲樂理，唔識嗰啲樂器咧，我都照樣分到邊首歌好聽，好聽啲咁。咁我點解需要背後啲專業知識先至評斷一首歌好與壞咧？好簡單類比，我唔識煮嘢食，當食得出邊碟好食啲嘅時候，我點解要煮嘢食先至可以
去行埋去判斷邊首歌好食啲咧。甚至佢再改諗方程咧，今日有方話咧，一首歌係有專業性就好歌啦。我方好簡單啫，好聽就好歌就，啲人中意聽嘅時候咪會投票俾佢咯。問題今日有方看似將成件事變成一個對立。問題有冇首歌係專業得嚟但唔好聽咧？就冇啊，因為從來都未嗰啲專業標準講啲咩咧，就話啱音啊、咬字清晰啲啊、咩情感投入啊、上音上得好聽咁樣。其實臨尾最後個目的係咩咧？都想啲我咪聽得舒服啲嘅啫嘛。即係你嗰啲專業評論出嚟都係講話，你咁樣唱啲人會聽得開聽得好啲，首歌會入耳啲嘅時候，原來臨尾都係睇入唔入耳嘅時候，點解唔係交翻俾大眾呢個成個樂壇嘅代表出嚟，佢先可以去評論呢首歌係咪真係對於樂壇嚟講係咪入耳歌，聽得好聽嘅歌，先至真正揾到呢首歌嘅定位咧？多謝各位。正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無消時唔追求分。咁若有成員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向鏡頭致意。高質素關注度，主席評判在各位。我哋嚟到二副位置咧，不妨用翻有方堂主辯開出嚟嘅兩個要求去解釋翻究竟呢條辯題。首先，第一關注到，不妨假設下，如果得翻觀眾投票嘅話，成個樂壇嘅頒獎禮會變成啲咩咧？就係、是、話就變成淨係令到歌手淨係落樂迷嘅口味。原來今日咧，無論係外國嘅水晶音樂獎、台灣金獎，你為咗保證最好嘅評審質素咧，都係揾咗最好嘅評判去同呢班歌手講翻點解佢會得獎，點解佢會有呢啲嘅獎，拎到呢啲有啲評語。如果冇咗呢啲評語，有樂學點樣去保證呢班歌手背後嘅呢個關注度情況底下發光發熱，令到更加多嘅觀眾認同咧？甚至乎原來睇翻香港例子，原來鄧紫棋曾經都因為叱咤咧冇呢個專業性，啲獎亂入揀，所以佢一度拒絕參加叱咤。有同學係唔係呢啲藝人、呢啲歌手同你講，因為呢啲獎冇高專業性，所以唔肯參加，咁就係最好咧？甚至乎本身呢啲歌手都需要未來嘅創作，亦都需要技巧認同、多元嘅創作空間。呢啲多元嘅評判，呢啲高質素評判，同你分辨到咩叫叱咤，咩叫唔同嘅混音啊、武打呢啲音樂，通通都喺高面都達唔到啲專業知識。呢啲咪正正係專業評判嘅質素咯。好似美國搖滾組合 Red Light 咁就係例子。佢如喺到格萊美最佳獨立音樂獎之前咧，根本冇人識噶。但係得到獎之後，透過評判嘅專業認可，根本佢就即刻拎到好多唔同嘅粉絲嘅認可，最尾成為本年度最佳嘅歌手之一。有冇呢？如果冇專業評審嘅發掘，淨係專注樂迷同大眾流行本身，呢啲人點樣發光發熱咧？所以有翻我一副咧就倒退曬啦，唔同我啲講嘅係專業性，但同我哋講咧社會價值，佢哋有社會價值，佢哋做得好，觀眾中意咪得咯，使乜聽佢唱歌啊？原來有我今日咧將音樂頒獎禮咧成件事商業化咗，我哋揀出嚟嘅歌手係邊個咧？係 Anson Lau， 係姜濤，佢哋冇實力咧，根本就唔重要，最重要咧係觀眾中意，咁會有啲咩結果啊？就好似新城咁，新城香港嘅新城頒獎禮咁樣，瞓豬肉，最尾冇人參加，觀眾都自己都唔承認，咁樣何來嘅關注度？咁樣又點樣做到音樂口中嘅提高關注度呢？第二高質素，由今日嘅頒獎禮嘅原意咧，正正係將成績表又幫佢對二副咧讀重要實現咗啦。好似網媒音樂本社咁樣都指出啦，必須要有專業嘅評審嘅客觀標準，才有更加高嘅認受性。今日有方嘅成個建基點咧，就係我哋講話觀眾多識，亦都係都話高質素評判根本就唔識噶。當我方一副問到你呢班評判點樣遴選，點樣揀出嚟佢哋專業知識點樣嚟嘅時候，有方獨答唔到啦。我見有方學咧都承認啊，認受性嘅來源咧唔係觀眾呢啲主觀因素，而係評判嘅專業意見。今日唔專業咧，就冇人參與樂壇，冇辦法進一步發展。成員 BCN 最佳藝人獎得主肯尼斯斯利都指跌出，當時嘅學業傾向咧以流量主導，削弱歌手本身嘅創作動力。今日我哋講緊評語，無論係新加坡評判有講到李榮浩升底好，所以佢出名，又或者其他唔同嘅例子。今日如果唔係觀眾關注啦，完全冇觀眾成分，但係專業性先係唯一嘅歸屬。多謝各位。眼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5秒，無超時唔追究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用盡發言時間，每人會宣布另一方嘅成員時間。該方可自由提出任何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在場人士發現有議員未想發言嘅話，我即時提出。屬實嘅話，判決該一方會被評判扣除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各位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議員首先發言。
學壇想揾翻個人，就係想一班專業評委喺度評價，想分析一首好歌。咁就係要專業評審去評一首好歌出嚟噶嘛？嗱，反問翻有乜話？你知唔知 Ed Sheeran 會出名啊？我知啊。有同學 ，Ed Sheeran 正正係因為專業評審認可佢嘅質素。有同學，你知唔知而家 Ed Sheeran 有幾出名？真係唔知。再者，就算個評判覺得佢好好嘅時候，關佢出名咩？有同學全英音樂獎全美音樂獎 ，Ed Sheeran 喺得到第一個獎之前，得到專業評審認可之前，大眾點樣發覺佢啊？所以討論以後一切專業評審嘅理處擺脱都好，聽個前提先，點解專業評審要好？用翻一幅盤文嘅例子，佢覺得七拍熱好，係咪七拍好聽咧？定因為佢叫七拍熱？有啲話七拍好，但係有啲話講唔講出七拍有咩特點啊？今日原來去到後場，有啲話先講出七拍有咩好，咁樣點樣論證成個專業？好簡單，我哋講係，好簡單，咪用咗七拍會唔會令到首歌好聽？有啲話用咗七拍會唔會令到首歌好聽？呢個係專業評判。我哋講嘅，再問有同學，如果 Ed Sheeran 唔靠專業評判，佢點出名？點樣做到而家咁大嘅成就？我唔好跳線場先。如果用咗七拍之後唔好聽嘅話，係咪都係一首唔好嘅歌？好啦，有同學最尾嘅就係輸打贏要啦，就係話淨係睇專業，淨係睇呢啲音樂評判你好唔好聽。所以最後咪同你講咯，音樂好唔好聽，評判決定。有同學，你連七拍係咩都唔知，點樣決定啊？錯啊！有同學自己都知道七拍用完如果唔好聽都係一首唔好嘅歌手，所以講到尾應該睇佢好唔好聽，而唔係有冇用七拍啊嘛。咁所以問翻我專業性嘅利處喺邊啊？好啦，有同學七拍之外都有其他唔同嘅惡理㗎。原來專業評審同我講李榮浩聲底好，所以佢出名。如果唔係好似有同學咁淨係睇呢班樣，淨係睇佢背後嘅創作力，李榮浩點樣出名啊？聲底好人定係樂迷聽唔出啊？咁我聲底好，樂迷聽唔聽出咧？有同學不如解釋俾我聽，李榮浩點樣聲底好啊？聽啲歌覺得佢把聲好聽，咪中意聽咯。雖然今日見到就係樂迷，佢可以有好多主觀因素去控制嘅時候，而今日專業評審就係針對佢專業性去評咯。所以最近有個同學單靠樂迷 Ed Sheeran 可唔可以夠紅？好啦，專業評審佢呢標準同樂迷呢標準有邊啲出入？你講到尾，有方同今日同我講就係，我覺得好聽就係啦。但事實上，即使有方其實有方覺得樂迷就係咁樣，但係出邊嘅樂迷更加多係唔同嘅方面。正如有方同我公演嘅時候都同我哋講話，原來樂迷睇嘅係講緊演技啊、樣啊，咁有邊一方真係睇緊歌嘅本身？有方同佢答啱嘅。方有方自己意見話，唔係睇有冇用七拍，而係睇用完之後好唔好聽嘛。即係有方覺得咪都係睇好唔好聽咯。好啦，有方不如再問你啦。如果冇專業評判嘅話，有一杯個頒獎禮咁樣點有方學咁樣係咪做到有中嘅關注度高咗？嗱，有方學唔敢答啦，即係有方學自己都知道，原來講到最後都係睇個好唔好聽嘅時候，專業性從來唔係今日重點。原來專業評審都係睇好唔好聽，都係主觀判斷嘅時候，即係同樂迷一樣。要問有方學係究竟四個人嘅主觀感受，定係全個社會主觀感受更加有信心係噃？好啦，有方學不如唔好再爭拗喺度啦。原來今日見到鄧紫瓊都同我講，因為叱咤冇專業性、冇認受性，所以佢拒絕參與。咁我呢個係咪就口中嘅多參與度高咗，觀眾合得好咗咧？咁你冇專業性，你要叫專業評審去評嘅時候，成日翻嚟都冇專業性，就唔關樂迷定專業評審事啦。好啦，所以就係講緊叱咤樂迷投出嚟，其他香港頒獎禮、新勝等等，呢啲全部都係提過。咁我係咪呢啲咧就係最好？唔係錯個報告係咩呢？係叱咤嘅 DJ 嘅播放量咯，即係叱咤自己揀出嚟嘅時候。咁所以而家係叱咤所謂嚟嗰啲即係佢哋叫咩咧？專業推介叱咤，但係專業推介啊，推介出嚟咧冇鄧紫棋啊，鄧紫棋嬲啦。即係點解唔係你個專業評審黑箱作業令到啲人拎唔到獎啊？有同學我唔明白點解係專業評審黑箱作業？再問有同學 ，ACM 最佳藝人獎得主亨利斯斯里都指出當時行業偏向以流量主導，削弱歌手創作動力。有同學點回應？即係你個前提就係鄧紫棋係一個好歌手，但係拎唔到獎，咁所以就係鄧佢唔抵啦。但原來叱咤都係等個 DJ 去揀嘅時候，佢唔揀鄧紫棋，咁唔係按照你邏輯，咁你個專業就唔起鄧紫棋啊嘛。咁鄧紫棋係咪個唔好嘅歌手？所以今日見到其實樂迷投一投樣有呢個情況嘛，樂迷都可以買票，唔明白點解有乜台要咁入台？所以今日有乜已經認咗專業評審咧做唔到公正嘅，就走嚟質疑埋我哋樂迷投票啦。咁全民一人一票投票嘅時候，唔俾買票就身份驗證嗰啲其實。係咪就已經做咗有方冇有方投出言隊咧？所以最邊個最大嘅問題問緊有方安排投票，佢哋可以因為啲咩因素啊？因為首歌嘅價值，我聽完首歌就得到啲咩價值？所以價值好主觀㗎，我覺得首好聽咪有價值咯，我覺得唔好聽咪有價值咯。但係今日見到嘅就係最重要係乜嘢？就係專業性啊嘛，就係講緊專業評審佢有一套準則，但係樂迷會因為你靚仔唔靚仔而去投啊嘛。好簡單啦，有方質疑 Anson 咯、姜濤嗰啲，佢哋而家喺新城咧都係攞專業推介嗰個獎嘅冠軍嘅時候，係咪有方口中覺得姜濤唱歌唔好聽？
好啦，專業推介好多，原來得我哋見到格林音樂獎，其他唔同音樂獎嘅同都同你講緊，你審核過呢班專業評審，你都講得出呢班專業評審係做緊啲乜嘢，或者有自己嘅專業評判標準。再問任何都觀眾可以因為佢靚仔，我因為佢盡力做得好，咁樣係咪音樂嘅本質啊？好簡單咧，新成嗰個專業評審嘅獎咧，啊 ，Mirror 可以攞獎嗱，樂迷投票都係 Mirror 攞獎。咁所以今日有觀眾咪覺得樂迷投樂迷嘅口味同專業評審嘅口味一致㗎？有乜我今日唔係講緊一個頒獎咧，多謝各位。反方辯論準備時間，正方上半三十秒開始由解説辯論。佢個位係今見到咧，樂迷。樂迷中意嘅。樂迷主嘅歌同評審主嘅歌一樣嘅時候，姜濤佢無論專業嘅獎同埋樂迷投出嘅獎，都係攞一樣嘅都係攞同一個獎嘅都係攞到獎嘅時候，咁所以今日有冇你仲有啲咩例子，可以話啲樂迷會唔公正咁投票投一個真係唱歌唔好聽嘅人出嚟咧？有冇一個例子加答唔到嘅時候，點解樂迷會有嗰種偏頗情況出現咧？有冇有幫都係答唔到嘅時候，今日唔明樂迷投票點解唔係一個更加公信力吸引更多人嘅方式？多謝各位。正方的發言時間亦都用盡啦，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有台上議員未發言？咁如果冇嘅話，咁就可以去到結辯嘅環節啦。雙方有一分鐘嘅時間嚟俾我哋結辯。有幾時定幾時？先由粵方嘅隔辯總嘅結辯總結。先由粵方葉建作總結，你有四分鐘嘅時間，準備好先啦。好啦，嚟到葉建位置咧，有一個問題未解決嘅，現場而家有問題係鏡粉啊，有鏡粉嘅就要槍回一回避先啦。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男歌手，2020年姜濤，2021年都係姜濤。去到2022年，諗住得變，紅素波三年啦！我等咗友方同我你呢班咁嘅樂迷等咗三年啦，結果年年都真係幫我哋香港樂壇衝出亞洲。所謂樂迷又何嘗不過係一班喺屋企掃地嘅時候播住鏡中鏡掃掃掃嘅一班師奶咧。在各位友方同學為我哋揾到啲咁好嘅歌手出嚟，我只能夠講一句，我真係恭喜你啊！其實嚟到結辯位置唔難，發現今日雙方嘅分歧咧，就只不過係在於究竟樂迷同埋專業評審本質嗰、那個對於歌曲嘅主觀因素係咪真係一樣咧？所以我哋先睇第一樣喎，專業性質本身係咪重要咧？有方同學就講同你講話，我因為電視台咧會搞小圈子杯葛喎，所以咧今日其實呢啲專業評審咧選出嚟嘅都只不過係一班電視台嘅主要啱啊！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呢個咁嘅弊處，都只不過因為電視台嘅問題啫嘛，關專業評審咩事咧？有方同學講到專業唔緊要嘅，唔重要嘅呢、這個有方同學義父同你講，咁其實今日三位評判坐喺度為乜嘢咧？我哋都唔需要專業性啊！我覺得你打得好咪得咯，咁唔需要喺呢度打噶啦，我哋走出去對條街對住啲公眾打咪得咯。呢、这個係咪真係有方同學咁樣嘅立場呢？第二，樂迷本質係乜嘢呢？今日有方同學嚟講，因為好唔好聽都只不過主觀啫嘛，咁咪還票於民咯。但結果係乜嘢？姜濤咯 ，Anson 咯，你覺得唔好聽啫，主觀啫嘛，嚇乜姜濤好聽？呢啲唔係有目共睹嘅咩？所以有方同學背後邏輯係乜嘢呢？
你當我是佛哈佛？如果今日要選一個最佳面超聯男歌手，呢個比賽入邊，起碼三個人都會投我咯。因為呢個佢哋三個係我嘅隊友嚟，咁我一定點都會投我啦。係咪真係關我唱歌好聽事咧？正如公辯嘅時候，我方義父問你，啲人點解咁中意姜濤啊？哦，有方同學，因為好多方面嘅都係主觀啫。哦，冇錯，因為佢拍戲拍得好啊。哦，因為做綜藝做得好啊，感冒感得好啊。咁啱佢又只不過係一個歌手喎，咁咪所以咪最受歡迎男歌手咯。但係事實上，入邊忽真係關佢嘅音樂本身做得好唔好事咧？有方同學睇得好窄。他以為樂迷和專業評審只不過是揀緊呢個分緊菠蘿包、雞尾包邊個好吃啲嘅方面，偏方是乜嘢啊？點解我哋可以喺入面揀個好啲嘅？有方來睇嘅只不過，哦，因為個菠蘿包打燈打得好咯，噱頭出做得好咯，咁咪可以攞獎咯。咁樂迷本質都唔使理嘅，咁啊點會再我哋樂嘅樂壇點會再做得好啲咧？第三係咪主流音樂先值得被嘉許咧？有方同學嘅標準底下，有啲乜嘢歌係真係值得攞獎咯？啊 ，my friend 咯，老派嘅會知必要咯。如果就咁睇歌咩人多啲人聽就可以攞獎嘅話，咁同一個唱片公司 PR 成績單有咩分別咧？有方係邏輯，我選最佳辯論員，睇邊個 IG 多啲追蹤者咁咪得啦。辯技本身係點樣，一啲都唔重要噶啦。正因為有方同學嘅忽略啊，一啲好質素嘅歌，一啲好質素嘅歌手啲嘅製作人，因為唔夠宣傳，冇人知道，因為冇呢、這個。香港冇人聽佢嘅嘢，咁佢就根本就冇機會被加許。佢音樂本質係點樣，都一啲都唔重要啦。咁可能今日揾緊嘅只係一班偶像，而唔係一班好嘅音樂人。唱歌有唱歌嘅專業，拉二胡有拉二胡嘅專業，辯論都有辯論嘅專業。大家打辯論打咁耐，又知唔知辯論起源係乜嘢？係幾千年前希臘一班哲學家喺廣場度同大家爭辯，去向大眾宣傳哲學思想。但去到而家，少少嘅比賽都要有三位評判。點解會演變成咁樣啦？好簡單，我平時屋企都會同公眾辯論咧，係邊個？咪就是、我哋母親咯。有邊個真係可以喺我哋母親度攞到三零咧？如果打中學生應該談戀愛，係咪揾我哋嘅媽媽就可以分得出高下咧？如果揾一班鏡粉去笑我做一個男歌手，係咪真係可以好歌騙及大家咧？所以講起。粵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14，保持30分。最後有請甲方結辯環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去開始。三年啊！我對甲方結辯三年。但佢仲未定聲字嘅就係、是，今日佢唔投嗰個勁爆男歌手，唔係因為啲人唔中意佢，係因為佢根本就唔合呢個時代嘅審美。樂壇唔係正在死亡，而單純正在改變。主席評估最各位，大家好。由70年代廣東流曲崛起慢歌當道，胎長嘅美音同以真音為主，去到後來2000年快歌逐漸出現真假音各有千秋，唱腔可以變得簡潔，唔拖泥帶水。難發現成功抑或失敗，當中音樂風格都經歷咗極大程度嘅改變。正如張敬軒都話，以前字正腔圓嘅咬字審美，同今日追求放鬆自然嘅發音大有不同。而今日有幫我調將辯題塑造成唔同音樂之間嘅邊種聲啱，邊種聲錯。但今日我方從來唔係想探到邊種審美先係正確，邊種唔正確應該被淘汰，而係正如上一輩嘅人未必理解今時今晚啲新嘅音樂風格，例如點音點線，我哋都未必理解老派唱腔嘅魅力所在。但重點在於，就算我哋無法理解對方嘅喜好都好，又係咪有資格否認對方嘅口味呢？歷史同我哋講唔係，當音樂只有一種風格係正確，音樂產業又何以進步，繼而衍生出千千萬萬種唔同嘅音樂風格呢？如果 Mirror 真係垃圾嘅話，國語言自然無人問津；如果 Malibu Apple 真係讀詩毫無營養，自然冇可能行得入主流。其實流行音樂嘅好同埋壞，仲係你同埋我以片面嘅角度都冇資格定奪。而係當社會大部分人偏好嘅話，咁呢個就係屬於時代嘅口味，而頒獎典禮正正就係時代嘅影照。當明白到我哋而家處身於樂壇嘅轉折點，或者我哋冇法理解他人嘅口味，但我哋只要相信喺時代嘅推演之下，壞嘅音樂自然會優勝劣汰，好音樂最後必然名留青史。既然如此，今日嘅辯論最後唯一要討論嘅嘢就係幾個專業評審抑或全民投票，先能夠令頒獎禮成為有公信力嘅時代象徵。
由於副總已開始，佢問係咪唔睇質素，淨係跟主流市場就得？但反而想問點解兩者又可以割裂呢？由盤問開始問嘅有方問點解專業等於好？究竟咩叫專業呢？咁盤問嘅時候指俾咗例子，又話用七拍就係好。但講到尾，所謂呢啲專業術語，只不過係用嚟解釋一首歌點解好聽啫嘛。首歌好聽嘅地方，因為佢真係好聽嘅地方，唔係因為佢用咗七拍所以就好聽嘅時候。所以講到尾，一首歌是否好歌，係因為佢好聽與否，而唔係佢有冇用一啲所謂專業術語去包裝。所以講最後個專業評審判斷嘅時候，都係佢嘅好唔好聽，原來都係主觀判斷嘅時候。所以自由嘅審美有分同學，究竟四個人嘅主觀定係社會咁多人嘅主觀更加符合成個社會嘅審美咧？好明顯就係成個社會大眾。有分第二個論點話咧，佢推廣嘅時候，原來現時就算交俾樂迷選出嘅時候，都係一個提名環節，而提名環節都係由一啲評審去做嘅時候，即係有分所謂直接無名嘅歌手都會被提名嘅時候，咁如果最尾冇俾人投出嚟，咁就有自己問題啦。所以無論今日用邊種方法都可以提名到出嚟嘅時候，有分第二個論點自然唔成立。所以咧喺度自由面嘅時候開始問啦，喂 Anson Low 喎，佢唱唔啱邊點都可以做好歌手？點解講咧？原來音樂好同壞唔係淨得一個標準，而係除咗音準拍子外，可能佢舞台表演力啦、情緒宣揚力呢啲，通通都係音樂嘅標準。之所以我方今日話音樂從來唔係得一個標準，因為原來見到咁多個標準嘅時候，之所以音樂主觀就係靠樂迷從咁多個音樂標準之間選出邊個為主，比重如何分配啊嘛。中意 Anson 可能覺得拍子音準唔係咁重要，但中意佢作為舞台上面佢嘅表演力、情緒張力嘅時候，甚至去到最尾原來播放量佢都係穩居頭幾嘅時候，咪見到樂迷最尾都係中意佢哋咯。就話就係原來有方所謂嘅專業評審生成咗都頒咗俾佢嘅時候，唔明白有方同學對於專業嘅對於啲音樂歌手嘅質疑喺邊啦。所以講最後，今日重點就係唔係我唔中意咩就唔代表有方同學唔中意 Mira。一句話我方立場，雖然我未必同意你所講嘅笑話，但我誓死捍衞你笑話嘅權利。今日有方係幾咁傲慢先會覺得，即使社會大部分人都中意 Mira， 但只要有方四位同學唔中意，就等於成個社會都唔應該認受佢咧，仲有方難以理解。到最後，原來有分文字都反駁唔到，跟住冇反駁過專業評審係嗰啲造假，為咗利益瓜葛嘅時候，即係有方自己標準原來都係唔公正，你越推越行，絕對唔係好事。多謝各位。一方見面發言時，大概四分十一秒，冇消息，冇追求分，咁比賽就告一段落啦。大家喺唔係大家等先。另外提一提，評判最佳辯論係需要額外評分嘅。每位評判只要需要喺今日八位台上辯論中揀出三位較為突出，再投票分數。最佳一位填三十，次佳填二十，餘下一位填十分，其餘五位填二十。
你認咗專業評審同埋樂迷都係評緊好聽唔好聽，但係錯。因為而家樂迷唔係評緊好聽唔好聽啊嘛，佢評緊中唔中意個歌手嘛。呢樣嘢你有打嘅，但打得唔夠盡，打得唔夠出。咁於是導致咧，整歌好簡單啊，就話哦，所以講到俾一兩邊個聽好聽唔好聽嘅，咁多好定少好，一定係多好噶。咁變咗好簡單咁就過咗。咁呢個我又覺得你係蝕底咗嘅。所以你哋唔係冇嗰個反應嘅能力，但係你哋冇著重到你條主線有呢個重點喺度啦。咁所以你最後就蝕咗喺呢個位置。咁整方咧就好簡單啦，就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講到尾你就屈到去講啊，兩邊又聽好聽唔好聽嘅。咁所以咧，而家聽多好定聽少好咧？咁呢個邏輯係簡單直接，極容易操作，咁係一個幾好嘅技巧嚟嘅，簡單嚟講，係啦。咁咧跟住再講一講去到 3D 萬盤萬線，係啦。香港文嘅時候咧，正方係咁問你到底你所謂嘅專業評審標準係啲乜嘢？但係咧，你就好知唔咁樣答唔出啦。但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專業評審佢有佢自己分子，就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都有我哋內容風度，你好簡單咁答佢同個分子上面嘅嘢咯，就咁簡單啫嘛。即係佢唔係真係話啊，我今日聽呢首歌，我覺得幾好聽，我俾七分先，唔係咁樣噶嘛。即係我唔會因為啊你幾靚女，我俾分我俾九分先，唔會噶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嘢你就變相，你就變到你就搞到專業評審好似惡嚟。時間翻現實上面唔係，呢啲我覺得唔夠清晰嘅，你諗得係啦。咁但係咧，正方咧，你雖然有高去啦，但係咧就我覺得係有少少混亂嘅。即係雖然我去好後場先聽到原來你個策略就係逼到佢認曬專業評審同埋樂迷都係主觀感受聽唔好聽啦。但其實呢個位係好牙煙嘅，我覺得反方唔係同意呢一樣嘢，應該正常嘅情況，但係通常都唔會同意啦。咁你正面上打嘅時候就會麻煩。因為如果反方今日變相係大膽同你講話，原來咧嗰個樂迷啲樂迷咧已經唔係佢聽好聽定唔好聽啦，純粹就係佢中唔中意歌手，或者佢哋再大膽佢哋個干招嘅情況底下，咁樂迷就係行死水噶咯，佢應該係 mirror 化曬噶咯，變曬係 mirror 翻唱點嚟噶咯，咁就會有好大問題咯。但係就今日未有聽嘅情況啦，咁出得好彩嘅係啦。咁咧反方咧就係呢個位出現咗僵圖，第一次出現咗僵圖啦。咁本身你話我以為你話咬住啦，但係你竟然放走咗佢喎，你就講到喂姜圖都可以攞獎喎，咁點啊？咁你竟然咧就想將佢同佢討論七拍嘅問題啦？咁我唔理你七拍定八拍啦，總之姜圖唱歌就係唔好聽啦，呢個人皆共知噶嘛。咁你專業評審啲人邊有可能會攞獎啫？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姜圖唱歌好聽，佢都講唔出啦，係咪先？係啊，咁呢個位咧，我就覺得係嘢事嚟嘅，係啊，你唔可能你講得出。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再落去啦，就係、是。係啦，評判明察嗰位咧，其實反方係講得啱嘅，好多位咧都係捉到啲啱嘅嘢啦，但係你哋打唔實咯，好容易就甩走咗。我唔知係咪你哋習慣啦，即係就好容易有啲套語咯，想落一啲嘅結論咁樣，但係你哋落結論或者想避嘅時候咧，係避走咗錯嘅位置，所以你應該捉個位置就捉唔實，結果就俾佢打一大嘢走咗，佢落咗其他嘅結論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位係蝕底嘅，係啦。然後咧。就係、是、去到啊跟住咧，你哋有討論呢一個雞尾包同埋呢個嘅菠蘿包。咁咧個問題就係、是、雞尾包同菠蘿包咧，你有捉佢兩邊嚟放嘛？但係你捉佢位就係捉錯咗咯。就係、是、你哋應該打嗰樣嘢，就係講緊話啊，今日咧根本就唔係講個包係好食定唔好食咯，其實係講緊整嗰嘢靚唔靚仔咯。咁所以咪需要專業評審咯。因為如果係由網民選出嘅話，佢哋就會話哇，佢豬肉好靚仔啊，跟住就會揀咗個雞尾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你哋應該打嘅嘢咯。但係就係冇打都唔得，我彈嘅重點係啲乜嘢？即係正方變咗你就認咗佢，我彈嘅重點就好聽唔好聽，專業評審話我咪都係評緊好聽唔好聽，咁咪錯咗。咁所以呢個位置就唔係幾好啦。跟住同埋另外咧 ，Jam 嗰個位咧都用得唔係幾好啊，因為 Jam 喺香港樂壇嘅地位咧。係唔係好具有認受性㗎，所以係唔應該使用㗎。係啊，即係係啊，呢、這個位置可以諗啊。睇下先，正方嘅係正方無論全場都係粗暴簡單，所以打得好順啦。但反方就好多位你應該捉住嘢，就俾佢攔走咗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可能你下次諗主線嘅時候咧，你要諗多一步啦，就係、是、到
係你又係講啲好聽唔好聽，但係你俾人盤問嘅時候，答唔到嗰張分子上面有啲乜嘢，咁呢個話我就覺得你嘅諗得唔夠清楚咯。你要諗清楚到底你哋雙方分歧到底喺邊度，咁場合好明顯咧，你事前諗得唔夠清晰，咁所以導致你長手難調。但係其實到見面嘅時候，你講嘅嘢係啱，即係面講嘅嘢就係、是、啊，咪就係而家我行就係、是、而家如果你靚仔嘅話，你會贏曬啦，係咪？你呢個邏輯係啱嘅，但係就係冇出到嚟前場俾人認錯咗，即係認咗對面個。標準咁我自己啦，係啊，咁咧跟住去到，哦係啦，其實咧你哋 3D 嗰方面咧，或者圖文啦，都應該諗清楚呢個 flow 咯，因為咧，譬如話你 point two 係好重要噶嘛，就係、是、專業評審，譬如話 DJ 咁樣啦，佢哋每日都規定一定要聽好多歌，所以佢哋接觸歌嘅情況好高嘅，咁所以佢話 Ed Sheeran 個例子係一個強嘅例子嚟嘅，但係佢本身係一個平平無奇嘅歌手，但正係因為啲 DJ 會聽佢嘅歌，佢正常反應係要聽喎，咁咪發掘到出嚟咯，咁咪先有新嘢咯。但係如果你有外文輸出嘅話，佢就永遠都係只係同温層，咁就唔會有新嘅歌出現。咁但係你推得唔夠大喎，你要再推大啲就係資源問題。如果佢發掘到個新嘅歌手，就係、是、要靠佢哋攞獎，佢先至有資源去繼續發展落去，或者先至有更多人去 recognize 佢啊嘛。咁所以個樂壇發展會豐盛咯。所以你哋冇打開一個未來嘅 picture， 係啦。但係覺得樂壇未來發展應該點樣？呢、這個其實係你哋嘅強位嚟嘅咯。係啊，咁反之咧，今日情況咧就完全需要講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如果你哋諗清楚啲嘅話，其實你哋最好都應該諗到到底未來樂壇嘅發展係點樣咯。因為其實係 suppose 應該要問硬碰咯，因為打碰同你講哦，依家有好多新團，咁但係正方你就會話哦，佢哋始終如果真係好聽嘅話，都會俾人聽得到啦。咁但係真係聽得到咧，呢個我有疑問嘅。咁但係今日你未有討論到呢個位啊，所以可以諗多少少，係啊。究竟專業係咪同樂迷？因為咧，喺黑
相，我先講開雙座先，因為呢個咧，我理解粵方嘅同學咧係冇回應過嘅，係啦，喺全場都冇回應過嘅。不過咧，甲方嘅同學咧，其實嗰個討論咧就係、是、主辯一副之後咧，基本上呢一個咧就即係嗰啲嘅專業評審佢哋嘅利益嘅利益點嘅嗰個緊扣佢哋嗰個回應，或者佢哋評審嘅時候，我理解你嘅意思可能就係、是、佢評審嘅標準可能因為佢嘅利益咧有所影響。而至於哪怕佢係專業嘅，都未必一定會發揮到專業性，係因為佢利益影響佢判斷。啊，因為後續呢個討論唔算非常之多，所以咧，雖然我認同粵方同確實冇回應，但係佢係造成一個好嚴重，即係全場嘅分數上邊，我個人講啦，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咧，又未至於。所以咧，比較大嘅問題就係到底你哋認為啦，專業評審同學埋嗰個審美模擬呢樣嘢咧，係唔係真係？即係誒，會接受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嘅判定咧，我係比較偏向於反方一啲。不過咧，呢、這、一個我對佢哋嘅偏好高一啲咧，只係真係少少嘅啫。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哋確實咧能夠好具細部，或者頭先有講好清晰咁解説到咧，究竟一個專業評審佢喺度評啲乜嘢嘅咧？你哋雖然有舉一啲例子出嚟，就話佢哋分到編曲入邊嘅某一啲嘅即係細節。或者你哋講陳柏嗰類啲，我唔知陳柏係咩嚟，唔好意思，因為我係對於一個我對音樂係冇認知，我有聽歌，但我對你哋講嘅嘢係冇認知。咁所以咧，當你哋講得咁濃一個名嘅時候咧，其實我根本真係有啲專，即係我不路我不斷嗰度想幫你哋腦補，但真係我冇，我完全不明白嗰樣嘢係乜嘢。咁但係我都會覺得佢哋係相對比你哋合理啲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理解呢件事咧，即係審美呢件事咧。佢係可能有某啲地方咧，佢係存在一種模糊性，但係會唔會喺某一啲嘅地方存在一種相對客觀嘅嘢？譬如你有冇走音呢樣嘢，係咪有一個相對客觀嘅標準？但係你講到話好唔好聽，可能佢就一定模糊性。其實咧，你哋咧因為全場你用咗幾次關於辯論理論，其實你諗下三位評判啦，我哋嘅評分嘅喜好咧，可能會有一啲嘅差異。但喺某啲嘢上面咧，我哋都會有相對客觀嘅準則，即係你出到嚟講粗口嘅，咁呢個時候肯定扣你分啦。就算你話你講得幾好，咁應該有一啲嘢客觀標準，譬如你講啲英文，即係你喺個原對比賽講英文，同埋你冇講英文，喺呢個問題上面應該係大家有相對一致嘅。但係對於另一啲問題，譬如邊個論點有深度啲，又或者係邊一個嘅切入點係合理啲，呢一啲相對抽象少少嘅問題咧，可能唔同嘅評判嘅觀感。或者個理解的角度咧，相對嚟講可能就點？而我判定呢個問題嘅主要原因就因為咧，我認為粵方係講得出某啲嘢，喺似乎喺業界嘅內部係有共識，譬如某一啲嘅即係編曲嘅方法，大家認可咗咧呢種方法，佢呢個歌手有運用定冇運用咧，專業評判係辨別到，而似乎我認為甲方講認同咧，我認為係判斷嗰啲佢用咗咩方法編。佢編曲個咩方法，個拍子係點樣？可能我完全唔識嘅，咁我就會理解啲似乎有啲嘢咧，即係有啲有共識嘅嘢喺專業評審底下咧，應該係做唔到出嚟，而我係真係做唔到。咁所以咧就變咗咧，究竟甲方所講嘅毫無分別，即係專業評審同樂迷嘅評審係咪真係毫無分別呢個點咧？我個人咧就並不是認同咗正方嘅呢一個論述。不過我即係再次強調啦，就真係由於粵方嗰個講法真係太唔同，所以咧係有些微嘅，即係好些微嘅優勢喺粵方嗰度。咁至於一啲即係因為呢個咧就係最核心嘅問題啦。咁我判定就粵方，不過咧去到一啲比較具體嘅例子，去到後續，譬如去到自由辯論啊，或者係自由辯論嘅時候咧，大家討論到某一啲具體嘅事例咧，其實我覺得可以真係喺你哋稿件入邊出嘅，譬如你哋話。嗰啲叱咤過關獎點咧，其實佢都係專業評審，然後佢同時有咩最受歡迎嘅嗰啲樂隊啊歌手咁樣，然後佢評審出嚟同一隊係 Mirror 咁樣，咁你哋可以用呢啲例子去帶出你哋嘅信息，就係、是、如果你講到佢哋真係咁差咁唔值得嘅，點解呢啲專業評審嘅眼中佢哋都攞到獎咧？雖然咧我唔知道嗰個專業評審幾專業，不過你話佢係 DJ 嚟嘅話，佢哋係班 DJ。定係即係佢哋即係一班 DJ 係播佢嘅歌，即係佢哋係好專業嘅。我唔知道，我因為即係我再一次啦，我對呢個行業嘅認知係好低嘅。就我只係聽到佢係一個 DJ 係某個音樂人
所以我就唔知道究竟佢嘅專業性有幾強，或者幾多代表性啦，係啦。咁而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即係粵方咧一路強調一個説法，叫做嗰啲專業評審咧係有一班人選出嚟嘅，有好多篩選嘅，所以好有保證啦。咁我想問，即係如果我用翻你哋嗰個思路同埋邏輯啦，就係你哋因為不斷問個標準啊嘛，即係究竟一首音樂好嘅標準係點？其實同樣嘅問題我都可以問下問佢哋關於專業評審嘅標準。你話你可以判斷到呢個評審專唔專業，先加入呢個評審團，你用咩標準去判斷一個評審係唔係專業嘅？即係佢做到啲咩，佢講咗啲咩，以至於你覺得你有資格做呢、這、一個即係專業評審。譬如我就冇資格咁，咁點解你覺得我冇資格？咁可能你有啲嘢覺得我冇資格，我都相信我自己冇資格。咁但係佢係乜嘢咧？我即係即係我覺得啦，如果甲方呢個問題上面咧，即係貫徹你哋原本嘅嗰個思路，除咗係即係針對佢嗰、那個即係音樂嗰個標準，用埋呢個思路去質疑佢哋成個評審嘅機制，佢都解釋唔到咧。咁我覺得咧就會比較有力咁樣去即係瓦解或者拆散佢專業評審，無論由佢嘅審美嘅偏好啦，又或者由佢嘅組成嘅方法啦，都不能有一個比較完善嘅方案去解答咧。咁就會我個人認為啦，咁樣就會令到即係更加有力。至於一啲再 minor 啲，譬如係一啲你哋用嗰個例子係加一其他嘅包嘅，係咯，我理解咧，其實粵方同我哋打呢個問題嘅話係喂，佢個包地煮熟，你都可以判佢係最好食嘅包，因為你哋話佢哋嗰啲人啊，因為咧佢哋喺你啲一般嘅標位置嚟講，可能因為佢一啲場外嘅因素，譬如綜藝節目啊，譬如係佢哋拍戲拍得好咧，都有可能判斷咗佢哋係一個樂壇嘅頒獎典禮，即係攞到個最受歡迎嘅男歌手獎。即係可能佢根本唔識煮嘢嘅，佢一出到嚟將啲麵粉掉喺你面前之後，你諗好食，你煮得好好。咁所以你哋覺得最大嘅問題喺呢一度，即係當我哋話審美有高低咧，都係你都煮咗包出嚟先啦，或者你都煮咗啲意粉出嚟先啦，你直接將一堆硬嘅未煮過意粉直接掉喺我面前都可以攞獎。呢、這個時候即係你哋最大嘅嗰個質疑咯。咁所以所以我都一路俾開再諗下，即係解答上面可以再諗下你哋。如果貫徹你哋嗰個思路，唔該曬。好，唔該曬。最後咧，有請火風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李志昇。大家好，我都講兩句，因為頭先兩位評判都講得好詳細。咁就我自己已經覺得，如果粵方做得好啲，可能會係講專業咧。即係我啲做評判，即係我啲做教練，我會話。人哋一定問你咩專業㗎啦，咁你應該要即刻有五六個快啲人順口就講出嚟，係乜，因為你哋普通學位都做唔到嘅，呢個就係評專業嘅會做到，即係咁樣，我覺得會係一啲 strategy 去將個專業嘅權威提高，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我會喺個策略上做嘅，攞嚟教。但係其實我覺得都要講翻即係現實，即係我哋好怕挑嘅，學落學埋會點樣選？就我好中意首歌啦，但係其實事實上係好中意個人嘅，好多時就喜愛個人。咁但係專業咧，就係我哋好嗌，都覺得專業就好 professional， 就真係睇個歌曲嘅構造啊，唔知乜嘢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咧，去到最後尾咧，翻返現實世界，你會有好多例子咧，可能就算 even 係由專業評判選出嚟嘅獎咧，嗰時都未必係真係大家覺得咁專業。咁所以你哋都可能喺個線個操作上面都要 defend 呢啲位，我先會覺得能夠將嗰個專業性咧就係推翻高，先至會覺得係即係頒獎係更加重要咁樣。咁另外仲有啲細緻位都想講，因為都同你講好多，我就唔再詳細講。就係粵方咧，你哋有啲自己位位都討論得太大聲啦，即係你大聲到咧，佢哋講嘢我聽到你把聲，你自己辯台我就聽到你哋把聲，咁其實係慘嘅呢個位置，所以要小心啲。因為我知道大家係緊張啦，同埋可能即係以前係即係 Zoom 打咗幾年咧，咁可能係大聲討論冇錯，但係因為而家好近，我聽到你講。所以就即係小心啲啦呢個位，同埋再都提一提甲方預付咧，就成份辯論稿咧係好多比喻嘅，個比喻係去到明日大魚大白象啦，又煮嘢食啊，又立法會又有辯論。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我係教練，我寫我唔會寫咁多比喻，因為你要比喻其實你係想大家 picture 到件事點樣發生，攞一個比喻就精準就得啦。咁就花太多筆墨去寫呢啲咧，反而即係俾你自己去做嗰個論點建構啊，或者個論述再深入啲去推咧，我覺得就做得比較好咁。
同埋頭先都有回應到其他嘅，即係可能方都有即係話，其實 Ed Sheeran 係啲歌係好好聽喎，但係啲人冇人識喎。其實我反而係諗緊，如果我係你，會唔會講話誒？我哋今日講為主啫嘛，咁一個好嘅樂評都落翻咗你，但係其實專業評判可以，你哋因為你哋有一方係有講過話，其實獎項嘅數量都可以係adjust 噶嘛，即係應該邊啲係樂迷選出嚟，邊啲係專業評判選出嚟咁樣。既然係咁，其實兩方面我哋都有嘅問題，但係點解我哋覺得為主重要呢，係因為咁樣，因為我基本上唔係好聽到你哋去回應話。專業評判會發掘到一啲新嘅，當然啦，頭先我都有評判講到話，喂，其實有射自然香喎，而家嚇又有 IG 有很多不同的網絡平台，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好的宣傳效果咁樣，係。我啲擔心對方你哋點點放上網之後會俾人攻擊。好忙。係，多謝。首先宣布最佳辯論員獎項，因為嘅最佳辯論員係甲方嘅。